缺少这个武器呢，就缺少另外一个可以说是克敌制胜的关键了。对，那我们看张邦下右塞，哦，他这个球做中袋啊，聪明的做法啊，中袋比较好抓啊，旁边把他喝倒彩就好了。虽然懂了吗？我暂时也需要画。哎呀，张邦这个球，薄球，刹车球有没有进？哎呀，他看家本领总要拿出来一两次了一下。哎呦，这个九号球怎么打薄了呢？哇，这球失误真的非常的严重啊！这球失误没有道理耶。哇，旁边看到李队长已经整个九号球已经大家都拍手鼓掌了，怎么没有打进啊？啊，张邦这真的是不应该的失误啊！4-2跟3-3。